地文化加入体验市集，主要创立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吸引来往的游客参加，让行程会当更轻松，踏实踏进在地的生活。持续将地文化带入游艇体验，让地美学甲地艺体验做伙伫游艇当中展现。而体验园区也成为旅游行程当中一个在地手作体验，并甲品尝在地地文化社区风味相应的古店。阿里山公路每一间到假日的时阵，拢会涌入不少的观光林雕。一家一关地文化协进会就看准了这个林雕，在阿里山公路27.5K 的所在设立了一个地文化观光市集，希望吸引游客做伙来参加，让行程会使更加踏进在地的生活，同时嘛会使让游客体验地文化。但是我们这个是茶文化哈。体验市集以茶为主，天然中是以茶为出发点，然后去跟社区产业做一起配合。在这个假日市集的内容，我们是茶文化跟社区产业一起来打拼的一个产业，想要在这边提供给更多的游客，从这边阿里山公路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到，还有可以尝到，还有可以很多产品可以带回家去做品尝啊！我们希望就是一个永续经营，可以用口碑行销的方式来传达我们这个假日市集里面的一个核心精神。以这个地文化家的设计，除了是会使动手体验 DIY 的活动以外，同时也有现代人追求的仪式感。伊现在录音的风气是非常的时间，现场就放一个帐篷，内底就完整的地鼓组，让民众不管行到底，拢会使交美景做伙来品尝好茶。西新新闻曾义成中部乡采访报道。我讲，大概拿苏院长来嘉义，就是要嘉义快乐。就是要嘉义精神，要嘉义继续往前走。去年的12月19号宣布要促成嘉义有科学园区，那今天来宣布整个科学园区所挑定的地点跟未来的发展。科学园区啊，这一块积木摆上去，等于整个龙宫大线架构能够完成。我想9月5号对嘉义来讲，会是一个未来永远必须要记得的日子。在15年后、30年后，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因为今天的宣布代表嘉义往龙宫大线方向走。今天条件一样的大，咱各地都嘉义市长，故宫南院嘛，规个已经发展起来。我真知影，安尼一大发展的速度对不着兵的消耗，大中央的交代。要让嘉义更加好，咱嘉义爱护发展起来。所以今日，咱就要宣布嘉义科学园区落脚在太保。谢谢